3D mark 多一次肯定 OK 了。可是哦，这一档哦是做义工的。 OK， 没有电脑了，没有电脑可以做了，手上的东西已经解决了。现在呢，要来看这个先。OK， 我的电脑太破了，你可以帮我加 RAM 啊， 16GB。OK， 他要加 Team Group 这个牌子的 16GB 内存。Let's go， 希望你能帮我，有给钱肯定帮的嘛。我的电脑昨天死机了，然后再也开不了，可以帮我看看吗？我需要 Skylake 接口的。 OK， 这一单是 motherboard 问题，我没有做过 motherboard， 接收。这个就讲我平时没有注意电脑的清洁。OK 啦，哎呀，随便啦。还要加什么什么黑色东西？你怎么这么 pattern？ 电脑关着没有人看的啦，放在地上了。所以现在等他们过来先哦。做这个先，一步一步来。这个要加 RAM， 去看一下它的 RAM， 搞定那个 RAM 的先哦。 RAM， 看一下它的型号，它要加到去16。 它是2400赫兹8 GB， 买多一只8咯。这只它要这只，它原本的没有坏吗？它只是要加罢了，是不是？你能加到吗？对，它没有讲要换，它讲加，这个等着 RAM 来咯。现在都不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我开来看是确认一些款式而已。Let's go， 放着。OK， 这个开不了，这个 motherboard。你懂为什么我要解决全部零件问题的先吗？因为可以一次过订货。 不用麻烦 ，motherboard 坏够了啊，更换 motherboard，OK， buddy， 更换 motherboard， 移除 motherboard， 要拆这个先 ，graphic card，yes， processor 才买出来先，现在才可以拆 motherboard 的 loss，yeah，OK， 来拿 motherboard 看一下先，我这个也要拆咩？这也是位置是一样的吗？什么款式都。 啊，随随随便啦、啊、，Motoni 170 Motoni H 170 啦，它要 Skylake 接口 ，Skylake 接口，一样哦，不要讲 Skylake， 你讲 LGA 1151，电脑店就会明白的，你讲什么 Skylake， 什么东西，买回一样的 MTEC， 放这些 ，OK， 现在做这个清理了 ，Let's go， 哦 ，OK。 哎呦，看到 difference 嘛，一洗了尘也就是新的一样。过后它要什么？还要清尘，过后正常运作。清尘都要拿过来电脑店哦。他们可能是担心会碰到那些线啊，那些螺丝啦。我也明白，锁回去应该 OK 了，正常运作了。Let's go。哎，打机嘞！你的好了，你的吸尘那个。Oh shit， 还没好没？在11号，错过后期先才结束前完成。 什么理诺 ？No， 迟了，所以我放这嘛。我还以为11号还有很久，你懂吧？所以我没有理他。 Tomorrow， 货到了喂，货到了，拿掉它过后，那个换 motherboard 的，这个是换主板 motherboard 的来先，这个坏的，已使用损坏了，坏的就卖咯。这个是旧的，这个是新的，来装，锁下去，过后要放 processor。 processor 来，叮，锁下来，过后把它扣进去 ，OK， 稳了，过后就装风扇了 ，Intel Celeron 装下去，然后就插线，插完所有的线先不要烦先 ，OK， buddy， 坏了 motherboard 应该是可以找了，它一找，电脑开到机就来了，就来了的意思就是钱包又多钱了。 我最怕的状况来了，开不到机 ，graphic card， 我还没装他的显卡，不怪的没有 signal 啦。OK buddy， 如果我老板哦，之前的老板在我旁边看着我这样子修电脑，我中骂了。OK， 可以收货。OK， 老板，你的 motherboard 好了，主板问题的 ，Yes go。 真的很好赚，你懂吧？这种 profit， 你懂吧？劳工啊，多过零件很多了。突然间有一个信息跳出来跟我讲，Bunker是一个新的评价网站，客户会在上面写我的评论，好评差评都有，不用看啦、啊，我的 service 一级棒啊。这个 RAM 到了，继续弄 RAM， 这个是换 RAM 的各位
RAM 到了，它是要换还是加升级？加不了，先开它的 clip 啊，才装进去，开一开来看，可以走的话，也是那句咯，你的钱包又多钱的 ，OK 了，可以走到嘛哈，搞定哦，加 RAM OK 了，老板，老板老板，你的 RAM 加了，你的 RAM 70块，我的人工128，过后这个错过了怎么办？之前我迟了交货了怎么办？白做咯。所以应该是客人 cancel 了这个任务了。开始有人评价了，他讲我是想让人清理我的电脑的，但是他们直接把它推回来，太不专业了，惨到有人骂了啊。哦，要到五 level 才可以换外面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啊，猫这些啊，1500就可以有第二个工作台，各位，要不要开多一个桌子啊？开了哈。一个工作台，两个工作台 ，Let's fucking go。OK， 接工作了，各位观众，我的那个叔叔啊，第一集你有看的话，你懂了那个叔叔。我在阳光明媚的西班牙向你问好。我刚刚在海滩上冲浪，不是海上冲浪。我说的是网上。What？ 你在玩什么梗哦？我不明白你的梗哎。我注意到你的棒格评分不太好，你在那边做什么？哦，叔叔过来骂我了。所以他 email 是来 check 我有没有搞好他的公司，你懂吗？因为我是接手这个 team 的公司，我不是直接开的。OK， 半年前这个人在我这里买了电脑，每当我想用那个电脑的时候就会发热很严重，我看了下 CPU 散热器， OK， 这个人看了一下他的电脑了的那个风扇 CPU 风扇，发现没有 thermal paste， 那个导热高了 thermal paste， 直接骂我了，直接骂我了，他直接讲哦，你做的这个是什么生意，我求你免费帮我修好，还要寄回钱帮我测试一遍，哇，会骂人的哦，那些客户，呼，我塞你娘，你半年前呢，不是上个礼拜呢，你这么你的语气好像上个礼拜给我买电脑这样，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问了，你要给我数据，证明哦，你在这里买，你懂吗？干你妈的 ，OK 啦，下一天啦，各位，明天要做义工哎 ，Oh my god， 免费的，这个免费做，各位。帮他插 thermal base 过后要用 3D mark OK 啦，用我们新的工作台 Let's go， 我用手指啦，大线快过我用滑鼠，你懂我的意思吗？东西拆到完把空壳，不要这样嘞，我们做生意，人家做医生的，我哪一个是他，哪一个是他，哪一个是中那个电脑的啊？没有礼貌的，我做医生丢脸心啊！我看一下你什么问题，哪里会过热？你不要跟我金刚人，我帮他走一次 3D Max 先，扯他的极限，看一下会不会关机先啊！啊啊啊啊！我要有证据！哦哦哦哦哦哦！我来了来了 ，OK， Blue Screen， 这就是传说中的 Blue Screen， 风扇的喂。好，啊 ，OK。安装导热高来 ，Let's go， 3D mark 多一次肯定 OK 了。可是哦，这一单哦是做义工的。呀！妈人反了，这些电脑真的。什么？我刚刚放了高啊！那些陈叔叔还是什么？现在这么他们这样烦人，没有心情啊！现在心情不好，你懂吧？我要开一个 Halloween 啊啊，有一点感觉一下做工，你懂吧、嗯？我刚刚明明就倒了高给你，你们看到一次、啊，你们帮我见证啊！见证我有倒啊，我倒了啊，我查了啊，你看啊，你们见证啊！刚刚我明明涂了一次，现在涂了两次哦，做义工做的这样惨了、啊，你懂吗？之前我做电脑店，我心里面骂啦。我没有直接换啦 ，OK 了，我帮你涂了膏啊，你不要再跟我 battle 的啊。Later， 用 3D Max 快点啦，没有问题了的，你相信我吧？他不相信我，你懂为什么吗？他直接屌我了，他讲还要再寄回来哦，之前帮我再查多一次。医生我、哦，医生啊。OK， 测完了，
All Friday Band。 好了，你的电脑一次呢？免费，干人工零，预算零哦，我在做义工啊，这单。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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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Trust you'll stay, yeah.